陈老姐，今天我们把这个牛角干来吃嘛，再不吃又是明年整的喽。那你弄嘛，我们还不用。我跟我老丈人先打个电话都好。之前拍你老丈人的马屁。哎呀，你还安心？你说我老丈人关系好。老丈人，好意思，女婿。我说喊你来吃饭。我不来，我有话吃。你快点来呀，吃牛角干，我来接你。吃牛角干。啊。要得嘛，老妈，我吃牛角干了。啊，你收拾点，我接你哈。叫我妈把牛角干晒洗去。要得。我哥哥嘛，就晓得吃饭对尖尖干活说边边，自己跑就去东南给他喊人娘来干。走啊，老张子。你老妈不累，我说了喊来吃牛角干。不管是有你这个代表的呀的。还没下锅啊，我等了你嘞。要买龙大个猪脚干哦。明明跟你说是牛脚干还猪脚干，你还怕龙口？我接我老人，你说跑得快吧？鸭子又在那鸭家摆着了，我昨儿就要吃，结果说还得吃。那个那一大堆，我帮到你吃噻。那是我买跟三个娃儿吃的，你好意思啊？我还不是个娃儿啊，我吃不得啊。再说了，你平时龙口的，你吃那碗龙大的东西啊，我不相信。咋不是我买的啊，我出钱买的就是我的，你懂不懂？你自己都白眼了还得吃。你两者没事没吃过是吗？是咋的？哎呀，你又是快点来弄哦。姐姐好，你看我天啊。你看我天啊。来来来，赶紧照相。赶紧照相。抹点酱油上色，来，好生的效果哈。咦、嗯，你要是真怕的哈？你放心，老子儿呀。这是烂很喽，说来咋不子？确定让你搞得动了我？我的金斧头就烂很了。不得。少爷，你摘就摘熟了。啊，我摘熟了，你们一个包着啃一个。也不能等你再行哦。你给他摘大了。摘大了。嗯。快点，泡一下。哎，这段呢是算紧的，整的鸡肉锅包啊也得泡。嗯，你看哈这个筋啊，一带油了你说刚才我看到你们弄啊，锅来炸油嘞，炸了油嘞，高油锅还包，你不是找不事干吗？哎呀，长哥子，为啥现在抹点糖色炸哈，然后又蒸呢？感觉不想炸的。我晓得你就包了嘛，就吃了，还来弄锅上弄。快点，手机好。老汉儿怕很的很。来点花椒，再来点香油，再来点味道都。女婿，你这牛角干这两全公斤一个吃一腿啊，他们吃啥子？哎呀，弄筷子你还没喊你抱着啃呢。我还想着一个拿一坨。来哦，老张子，快来来！牙骨好的干了，赞！然后你这东西真的是真跑了，那不来就不来的，一来就死在那了还。哎，吃这种鸡肉快点，特别旺盛，胖得很，你看胖得很。中午吃不吃？哎，是筋还是筋肉？筋肉。姐姐，还是弄这个俺家我哥哥弄弄不行这种味道。哎呦，那你要想弄多嘞？经常都翻车，经常都翻车的。你要是长得衣服儿胖的，瞧就弄到你。哼，给给给，哎呀，给给给。你别弄我，那跟四小姐，我拿来超市堆堆头给啃。来来来，看到你们，哎，我买裤衩堆堆头，有没有？你咋不给看？